Hello， 今天要做一些邪恶的事情，就是我用一拳超人的觉醒技能去恶搞功夫里的路人玩家。我相信我拍完这集后，我业障会超重。我知道我等下要做的事情很恶劣，但是我真的抑制不住我内心的恶魔，我一直想要来玩这个玩法。不过我就只玩这么一次啊，除非你们想看啊，不然我是不会再玩第二次的啊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要先去积累一下我下面这个觉醒条，现在还空空的。哎，刚好有人。既然有一个杰诺斯跑过来的话。既然有一个杰诺斯跑过来，我就先拿他来开刀先了哈。呼，上钩！哇哇哇！我在哪里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！哎，嘣！给我击一下，给我击一下，给我拿那个 finisher 啊！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！还要踩去哦，他踩到我了！哎呀哎呀哎呀！对啊，你看哪里？还差一点，我那个觉醒技能还差一点，那个觉醒条。OK， 有了，谢谢谢谢这个两我的两个哇吓到我。谢谢我两个观众还让我击一下觉醒。好，我现在可以来试试看了。啊，哎呦哎呦哎，很多人在那边开那个大招哦。我要先找一下哪里有我的受害者先啊。OK， 像这边很多人，然后我可以来做一个动作，像是剪刀石头布。有人要来跟我一起做这个动作吗？好的，要做吗？要做吗 ？Sick，Yes， 快点快点，做一下一起做一个动作。啊，上钩了，上钩了，上钩了。然后二招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可是他好像躲得掉，他好像躲得掉。OK， 他躲掉了。我这个第一次就失败。Interesting。哎，然后还有人跌在我前面呢。哎 ，OK， 又有啊，又有了。我再来多一次，不要再给我失败啊，尴尬哦，什么鬼哦？来这边再来多一次。Gojo Satoru， 过来过来过来，来来按下去。好，他按了，他按了。然后再二。哎。这个人不可以嘞，我那个 shift lock 如果没有对照的话，他会一直跑掉。可是，他好像他死掉了，是他死了。我那个 shift lock 要开着啦。好，我又有，再来第三次。哎，不要打架，不要打架，还给我做一下动作，不要打架。Hi， hello， 哎，还有做动作嘞，是时候了，二招，这个我有对准，这个我有对准，这样子应该是可以。这个别卡，别在中收卡。他跑掉，我看他跑掉，但是他弹上去了。哦，这样是死。喂，这个真的是每杀一个人业障加一，真的是什么鬼哦？再过来一点，再摆多一次，有没有人来给我石头剪刀布？他们在打架，我在他们旁边摆这东西。那边有个觉醒二郎，哎，他会不会冲向我？哦，他会冲向我，他会冲向我。来一，嗨，打我一下。哎，他这招免一了。嗨，嗨，剪刀石头布要玩吗？那剪刀说：“哦 ，Hello，Hello， 我在剪刀石头布罢了。嗨，要不然要做吗？哎、欸，有他有做 ，And then 二招 ，I'm sorry， 我很抱歉。那前面他，我很抱歉，还有另一个人嘞。哎呀，两杀，真的是哦。现在换另一个方式啊。哦耶，再来。”这次我要用的是这个第一招死亡计数器，也就是要让人家来打我才可以做到的。哎，这个是要打我的，你确定吗？一，这个我连自己去找茬都还没有找到，自己跑过来打我，然后这样就免费先送他吃一个这个我的 death counter， 然后我又再重新去击着的。不过还好，这个一拳超人他击很快。Yo boy， 嘿、hey ，哎呦呦，他是连到我这个拳 ，no， 等。嘣！哇，哎，后面还有另一个朋友是吧？是朋友吗 ？Hello， 哎，哒，四招，先让我打死一个人先，先让我弄死一只，然后弄死一只，然后我可以觉醒的。哎，来，他应该是没有看到我觉醒哦，他人在哪里？在对面这边。Hello， 这样可以顺便当场，可以直接来恶搞他一下。好，来，OK， 我刚刚看好他踩的时机 ，No way。No way！ 现在我又要再去重新再去集一下这个觉醒条。Hello there！ 哎，又是刚刚的人。这个我就先普通招来打他就好了，因为等下我不想用那个觉醒招在他身上啊。哎呦，叮叮叮，打过去打过去，然后再二哎，我算错距离，但是他自己跑过来四招 ，pom， 好了，然后再觉醒。哦，哎，又过来，你确定一招打我？是我的几次大招都用在他们身上哎，这个拜拜，再吃我一拳，哦耶，又再有觉醒，但中间真的太多人，
我跑来这个树后面这边觉醒一下，没有人看得到我，没有人看到我，再来再来，哇哇哇哇哇哇哇，球球球，你确定要追我？你确定？他没有追嘞，我再讲一下，他没有追没？嗨，再打一下，嗨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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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哎一哎哎，不是，我的原本的目标不是你呀、啊，我原本目标不是你呀、啊，是刚才打我那个人啊，结果。结果打错人啊！哦哦哦哦 ，OK OK OK， 哎哎哎哎哎，我在打傀儡的，我在打傀儡的，你过去，哎、欸，他给我退出，哦没有没有，还没有退出，什么鬼？他刚扔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是我卡是吗？我卡是我卡，哎、欸、哎，哒啊哎别，为什么整个感觉怪怪这样的？那感觉怪怪这样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哎，啊啊，哎，我人，什么鬼？我打了一半，我人飞到这边来，我的ping没有，我ping40多啊。OK， 又有了，但是这边有一点多人，一样跑到树后面来，看不到我。OK， 我可以出来了，不要卡，先别卡，我在门旁边 mark 第一下先啊，看谁要来打我，就是直接开了一。Hello， 没有要打我吗 ？Hello， 哦哦哦，有人，哦，谁要打我？喂。又有另一个人 Phantom 一招，你自己跑过来打我的 啊就你自己跑过来打我的、啊，不算我恶搞啦、啊。然后再请吃一拳 ，Nice。叫我再试看一下这个动作啦，因为这个服很多人，很多新的人进来。Hello，Hi，Hi， 做个动作 ，Yes， 好朋友 ，Good friend，Good friend，Very good friend，Very good friend， 应该是冲不走呀，冲不走，啊、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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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螃蟹走开啊！哇，这是什么动作来的？先生，你超亮哎、欸！这是什么？嗨，还一个麻地的遇上一个在飘的。嗨 ，hello， 这样我跳起来先，然后我再跟他剪刀石头布。嗨，剪刀石头布要吗，先生？剪哎，另一个人来，哦吼 ，Ronaldo！ 哎，等，好好，我跟你，来，好，来，剪刀石头布啊！哎。我在我要用大招的时候，有人在后面啊！再来！耶、yeah, ，很好！喂，恶劣啊，非常恶劣。Sorry，I'm sorry。哎哎哎，又可以增加受害者了吗？嗨，咋？这个我只是在无意间在那边走路，他自己又过来打我了。我再请他吃一个 Death Counter。反击这个都不算恶搞了是吗？嘿，要打我是不是？又是中你，再打上一次他也是他是 Death Counter 中他，现在第二次又是他，哦嗨，哎呦吓死我！原来这个改了个骑单车，他是在觉醒状态。I'm dead。哦，又有一个目标，一别在这中死，中他了。这个打完，等一下我再弄多一次这个觉醒，因为我已经没有不能再继续玩下去了。我现在这个ping一直要爆了，因为现在是晚上了，所以你看人都不到会动。哎，因为我都反应不起。再去找一个人，我再击一下。OK， 这真的是最后一次啦，我们来找看最后一个目标在哪里，会是谁？Hello， 这个海滩这里有几个人啊？我跑来旁边这种比较不会被人家干扰的地方，因为我有点邪恶的想法啊。我来问看他们一下。嗨，先打招呼先。嗨，嗨，哎，很好，他回应我了。哦，旁边的 DJ 耶。Hello， 嗨，彩他吗？Hello， 啊、，Can I 1v1 you？ I wanna practice 啊、我想训练一下。他讲 OK， 那我先。你们应该知道我要做什么了哦。最后这个时候我才要来玩这个最邪恶的，叫人家1v1，结果我就开觉醒照。一二三 ，Go！ 我来喽！一，嗨，哎，来打我！I'm sorry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最恶劣中的恶劣，最恶劣的。
我真的不知道等一下会讲什么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先玩到这边，因为我也是真的我的ping啊现在太不稳定了，先玩到这边啦，这个罪孽深重的一集。好，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，大家拜拜。